喂，你好，老板。啊，你房门口吗？你房门口吗？哈，好，好，好，要得，要得，好，好的。可能是二打四了。你下再下下下下下，我去捡个空投。高架上面，我看到一个。他妈，这攻击枪！搞一个，高架上面好几个。他们的圈，我们得进去。你说过了，我被淹覆了。来，等我一下，开车咱们冲进去。你别干拉呀，你拉了吗？没有。OK，开车过来了，我操！看到这里有一个。直接干他，倒了吗？OK，我喝个茶。近点有一个了，近点。我切过来。你丢。高架上面两个都在，这个位置。前方有危险！有个下来，有两个都想下来，这位置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！操他妈泰米侠！我操，哪里？这个纯呆子嘛倒了。